Hello，吃个早饭，推荐一个巨实惠的麦片儿，料特别特别足，有酸奶味儿的，然后混合坚果味儿的，还有这个混合水果味儿的。然后咱今天吃这个酸奶的，这个昨天倒了，我吃了干吃，吃了两大把。这个麦片儿可以干吃，可以嚼着吃的，看，能看到吗？这个块块的是酸奶，然后里边还有水果、葡萄干儿啊，抓出来。一袋是一斤，看，这个块块的这个是酸奶，然后。这个还有香蕉干、葡萄干、南瓜籽儿，还有麦片儿，还有啥？反正里边很多东西，看就可以这样直接吃。你当小零食吃很香。然后三包还送你一个这个小麦秸秆的碗和勺，让干吃真的巨香，再来一点让我吃没了。这个酸奶，配酸奶也好吃，然后我觉得干吃就很好吃。还特别有营养，你就像家里孩子不爱吃饭的，不爱吃早饭的，你就整点酸奶给他拌上，肯定能爱吃。本身酸奶孩子最爱喝，然后这个麦片还是香的那种。